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这边，这个是 Boogies， 然后我们在这个 Hotel Grand Pacific， 那我们今天要吃 Sounds Cafe， 那这就带大家走吧 ，Let's go。嘿，我们进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买的是买一送一的餐券，然后现在跟店员兑换中。然后记得进来要扫 QR code safe entry 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店员要带我们入座，因为现在疫情关系啊，整个自助吧都被收起来，然后今天都以点餐的方式，然后店员帮我们送餐。这个是自助吧还没有疫情时候的样子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客人可以在自助吧自由取餐这样子，可以给大家比较一下疫情前后之间的差别。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点的餐，全部都勾一次吧。OK， 他说这个是班丹 water， 这是他们的筷子，然后还有纸巾，有他们 hotel 的 logo。好，我们刚刚跟店员讲说，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就是灯光有点昏暗，所以我们想说，请店员帮我们换到窗边的位置拍摄会比较好。那我们今天拍摄，隔一天新加坡就要封城了，然后所以就是取消内用，然后不知道到什么时候，可能要到八月吧。那到时候剪出这个影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然后总之我们现在先点餐，然后我们每一样都有点，然后因为它每一份都还蛮小一份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吃，然后再来看看怎么样，然后再跟大家拍摄这样的一个美食评论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就等店员帮我们换位置，然后再拍摄给大家看咯。然后现在我们第一 round 是全部每一样都点，然后它也蛮小份的嘛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等上菜咯。 Let's go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第一 round， 这个是 fried noodle daily fried noodle， 然后这个是虾，是什么虾？它好像没有写。然后它会给两碗饭，然后这个是猪肚汤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汤？猪肚汤，这是猪肚汤。OK， 这个是虾跟 pineapple， 这是鱼，然后还有拉沙也来了，青菜，然后这个是鸡卷，来开始。这个是它的鱼，这个是牛肉。牛肉这里吃，我不能吃。然后这个是茄子，三八。咦？都没有吃，才知道老板说的。哦，好，我们第一 round 来了，你再讲一次，Fresh food， 龟拉比斯。啊哈。农药贵。农药贵。OK。然后这个就是，这个是红豆花。Red bean soup。还有那个什么普都希吗？那个是这个普都希吗？然后这个是成都普都希坦呢，普都希坦成都。 OK， 这是我们的甜点。 OK， last round， 今天里面最好吃的是这个。好，我们的 last order 点了三碗甜点，这个是冰的，这两个是热的，这是红豆汤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红色紫米加炼乳。 OK，好，我们现在吃完了。现在整体给大家打分数，我大概给 7.5 分。它整体来讲 Sounds Cafe 它的餐点都偏辣，如果没有吃辣的可以考虑一下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